我就是要他们真种田。无论是剧中的一只鸡、一粒花生，还是由剧组工作人员亲手种植的稻田，都让演员完全沉浸在了农家生活的点点滴滴中。怕是一个碗也会选择有豁口的旧碗，力求展现一个真实的鲜活的有烟火气的田园生活。